他们是不同历史创造的文明，他们同样面临濒危的命运。为拯救这些人类共同的遗产，不同国度的人们走到一起，跨越国界的交流与合作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这里是位于西北戈壁滩的敦煌研究院，初春时节，敦煌莫高窟壁画的修复工作开始了。工作人员正在准备修复的是98号洞窟壁画。壁画的修复工作细致繁琐，从修复材料、修复工具的准备，到具体的每一个修复环节，要严格执行一个复杂的工艺。这个工艺是针对敦煌壁画修复独创的，是中外文物专家智慧交融的成果。樊锦诗，敦煌研究院院长，他见证了40多年来敦煌文物保护的历程。1987年，敦煌莫高窟成为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当时，樊锦诗感受到的不是兴奋，而是巨大的压力。我们成了世界遗产，所以脑子里一直有这么心结，心思一直有这个，到底怎么保？最好的保护是怎么保的？资金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樊锦诗，而这些问题在中国文物界普遍存在。当时中国文物系统还没有国际合作的先例。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建立了联系。盖蒂保护研究所在国际文物保护方面享有盛誉，但是对于敦煌，当时他们并没有更深的了解。国家文物就让我去北京，所以说盖蒂的所长呢要见我，内维尔·阿格纽。内维尔·阿格纽，盖蒂保护研究所首席项目科学家。樊锦诗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请他们来到敦煌。美国人的理念能够帮助敦煌吗？他们的技术在这里会不会水土不服呢？合作之初，中方人员普遍存在着这样的想法。开头确实老吵架，他也不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也怎么回事吵。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思维逻辑，不同的修复理念，让合作在不断的冲突、不断的和解中起步。我双方就说我们怎么和啊，你来干什么，我们双方的任务怎么，各自的责任是什么，要做什么，就慢慢磨合的比较好。莫高窟上方的鸣沙山，千年汇集的风沙让莫高窟一直处于濒危状态。当时敦煌研究院每年要从洞窟中清理4000立方米的沙子。敦煌研究院与盖蒂保护研究所的第一项合作，就是从治理风沙开始的。这样的草方防沙网，如今布满莫高窟上方的鸣沙山，风沙前进的路线被步步拦截。这个治沙方案使进入莫高窟的沙子减少了60%。跟人合了以后，我觉得我打开了眼界，看到了外面文物保护的信息，看到人家的先进技术，看到人家设备，理念特别重要。中美合作取得了良好的开端，盖蒂保护研究所提出，下一步合作希望参与莫高窟的壁画修复。
樊锦诗在表示欢迎的同时，也给他们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难题。我跟他跳了这么个洞，他希望有一个就是很有价值的，但又有问题很有问题的。我说那给他出个难题，我好做我还叫你来做干啥？肯定要叫你考考你了。樊锦诗出的这道考题就是莫高窟85号洞窟。85号洞窟空谷苏简病害壁画的问题严重，一直没有找到好的修复方案。盖蒂保护研究所接受了这个挑战。这一年是1997年，也在这一年，中国文物专家江淮英到了退休的年龄，却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命，他将出任一支工作队的队长，代表中国参与柬埔寨吴哥窟的修复工作。这是中国首次参与大型文物保护的国际行动。吴哥窟建于12世纪中叶，是高棉古典建筑艺术的杰作。在吴哥王朝崩溃之后，精美的建筑淹没于荒烟蔓草中400多年。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吴哥窟列入濒危世界文化遗产。此后，国际社会为保护和修复吴哥窟提供了大量援助。1997年，中国政府与柬埔寨签订了援助协议，修复的项目是吴哥窟的周萨神庙。周萨神庙面积不大，却是整个遗址中损坏最为严重的建筑之一。残垣断壁，房塔屋塌啊，一片就是塌落的构件堆满了遗址内外，这个遗址的基座上长满了青苔，这个杂草丛生，还有一些建筑上长了大树，许多构件呢，这个散布在这个河沟里头，埋在地下。它的一切史料也就随着吴哥王国的消亡而消失了，没有一些图像的资料可以记载。面对周萨神庙的现状，如何完成这个国家承诺呢？中国工作队用了2年时间完成了前期调查。2年时间里，他们在荒草与河滩中寻回了5000多件周萨神庙的散失构件。2000年4月，修复工作正式开始。摆到我们面前的这个最大的难题啊，就是构件的这个拼对。每天我们面对这些石头，面对这些构件，就进行揣摩，到底这应该是什么样哪个地方的啊？研究的时间久了，看的时间久了，自然就觉得这个分起来就比较容易一点。说起容易，也经过好几年。在吴哥遗址，10多个国家的工作队同时进行着各自的修复项目。对于首次出现在这里的中国人，其他国家的工作队既好奇又怀疑，至少是质疑，对我们能不能修好是质疑。他们甚至于个别人放言：“哎，这个反正周大神庙也不大，让他们去试试吧。”吴哥窟修复工地上无声的较量从未停止。在敦煌85号洞窟中，中美考古人员通过不断试验，一个双方都认同的修复方案正在慢慢形成。应该说是没有国界的，因为这个科学是吧，科技是没有国界的。通过我们的一些合作，找到一个对壁画空谷壁画治理的一个灌浆技术。那么灌浆技术呢，就是通过这个浆液啊，通过这个修复材料对这个进行切虫完了再对它的回切。修复方案确定了，然而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这个灌浆
究竟用什么设备，是吧？用什么设备，然后用什么技术去灌浆？因为你如果说是这个，通过机械的办法的话，这个力就不好控制。那么你如果把这个浆液打进去以后，有可能，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壁画就相位，然后整个就把壁画呢就离开这个墙体了，就是把它胀裂了。我们说是。这个困扰了修复人员许久的难题，却在一次不经意的尝试中解决了。工作人员手中的注射器就是人们常见的医疗器械，有针管，啊，别人说是大夫是给人打针，我们呢是给壁画打针，所以很复杂的一个工程，就跟那绣花一样。实践证明，这种修复方法有效地解决了壁画的病害部分，并且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壁画的原貌。在敦煌已经清理出来的492个洞窟里边，有4500平米的壁画，2000多尊塑像，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害，大部分要经过这样的修复。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江怀英和他的队员们大都来自北方，很不适应柬埔寨闷热潮湿的天气。啊，大家整天的都是湿淋淋的，一天都是泡在水里一样。有一位同志刚到没有一个星期，不知道怎么就被蚊子叮了，就得疟疾了，然后在医院输液输了一个星期。这些困难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修复进度，每个人的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东塔门是最早开始修复的项目，东塔门的建筑倒塌了一半，现存的建筑也损毁严重。中国工作队提出要解体大修，联合国的专家则认为没有必要。然而，当中方把建筑局部拆除后，发现地面下的许多石头已经粉碎了，如不彻底翻修，必将留下隐患。东塔门的地基被重新修整，这些零散的构件也被重新拼对起来，这样枯燥细致的工作持续了1年多时间，充满神韵的东塔门再次挺立起来。修完以后请他们来看，我大为惊讶，想不到中国人修得那么好啊，特别日本人就专门上我们这儿来，你们有什么办法啊？你们是不是能工人支援支援我们啊？这个开始转变，啊，这个态度就开始转变。尽管修复原则之争在吴哥随时会发生，但是在这个国际舞台上，交流依然是最大的主题。中国文物工作者汲取着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理念，也不断地将中国经验运用到吴哥窟的修复。为什么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大家的重视？就是国家的强大，我们领导人的重视。我在这待了7、8年的话，每年都有，凡是到柬埔寨去访问的这个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都要到现场去，这就提高了我们的这个地位啊。经历了7年时间，2007年，中国工作队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不仅圆满完成周萨神庙的修复工作，还取得了考古研究等一系列科研成果。柬埔寨政府专门为中国工作队队长江怀英和副队长刘江授予了骑士级莫尼萨拉彭勋章。同样经历了7年的时间，盖蒂保护研究所实现了诺言，敦煌85号洞窟的修复工作圆满完成。这次合作取得了现状调查方法、病害形成机理、空谷壁画灌浆材料筛选及修复工艺等多项成果。这项合作还有着另一个重要意义，
这个项目是在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指导下的第一个保护试点，而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也是一个国际合作产物，是由中国国家文物局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联合制定的。我跟人合了20年，20年的中外合作肯定在文化系统里面。如果说没有这个开放，我研究院的保护工作绝对做不到现在这个水平、这个高度。如今，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的文物保护机构与敦煌有合作项目。今天，像敦煌研究院这样的国家重点科研基地已经建立了12个。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已跻身于国际舞台，完成了一次跨越式的发展。茶交寺是中国政府援助吴哥窟修复项目的2期工程，柬埔寨政府对中国工作队寄予厚望。茶交寺呢，属于金字塔尖顶金字塔型的，就是庙山式的建筑，规模很大，很高大，毁坏的也比较严重。每层台子的脚部坍塌也是比较非常严重的，每个建筑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裂缝啊，墙体倾斜呀、构件的这个断裂呀、还有这个风化，这些病害都非常严重。与周萨神庙相比，茶交寺需要修复的项目数量更多，面积更大。2009年，茶交寺的修复方案已经完成研究论证，并递交到了联合国专家组。国家文物局援柬工作队出发之前，每一个细节问题都经过无数次的讨论落实。队员们手中的图纸上，茶交寺已经呈现出它未来的模样。在现场还有设立2个长期的机构，一个呢是建立一个吴哥保护中心，第二一个呢要在现场呢这个设立一个管理和服务中心。那么计划呢这个以此为基地建立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研究和保护吴哥的这么一个这个研究的中心。这样的交流在世界，这样的交流在中国，交流让不同的文明相互交融，合作让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得到延续。文化遗产领域多种形式的合作，让中国文物工作者不仅具备了国际视野，同时也练就了国际协作的能力。苏州宣言、西安宣言等国际文件的形成，让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增加了更多的中国意识。随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入到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进一步丰富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已经成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重要力量。